就算了吧，我也应该要学会放下，我不想再受伤。想要的答案你从没回答，好像我们之间有种时差，勇敢的推开我说明天再说吧。冷漠的脸庞我无力招架，现在在镜头上说笑了。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你面前，虽然只是简单向你询问时间，你不吝啬的热情和可的笑脸， My body move 像一种沸腾的感觉。你说最喜欢的是和我傍晚的安睡，那我能否再靠近你一点？你却全身说着抱歉，想要的答案你从没回答，好像我们之间有种时差，勇敢的推开我说明天再说吧。冷漠的脸庞我无力招架，现在在牵着手说笑了。 Fantasy time is over， 热烈后的勉强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呀？成为彼此光芒，难道这些全都是假话？我终于明白，所谓的真爱是你单方面不允许这份感情的存在。你说最喜欢的是和我傍晚的安睡，那我能否再看